2017年嘅3月25日，星期六上昼9:15，我哋而家咧就入到嚟乌蛟藤啊，行去三孖涌食印洲塘野生生蚝，啊，几好环境，仙山啊！春天来了啦，呢度咧系九啖糟乌蛟藤。有很多萬串豬腩啊！飛起上嚟做咩啊？係上先做好先，等佢哋起飛咗。嗱，呢啲咧，我哋咧就知道叫龍眼雞，咁我咧就叫佢做大笨象，好得意，好靚嘅。嗱，呢度咧就有一隻冇乜 friend 啊，佢，所以就咁樣啦。呢度咧就係日本著名嘅名勝啊！鬼之洗版，行行下都無端端有一棵比較靚嘅萬綠叢中數點紅嘅杜鵑啊！如詩如畫嘅風景啊！几正！福利士多，得唔得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嘛 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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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好嘛 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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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呢只鹦鹉唔使绑住噶，识讲 Hello 噶 ，Hello。你好嗎 ？Hello， Hello， 我哋離開三孖涌，食完客家菜、印洲塘海產，而家行翻去烏蛟藤攞車啦。睇下幾靚，唉，大山大海啊！繼續向前行。印洲塘真是春天来了啊！呢啲花好香的，整个区啊都开满晒啊！呢啲白花，好多蜜蜂，好香。